你们先摆一下。好，我先看一下。那个什么，他们拍的时候有搞出什么花样来的吗？有很多花样，比如说那个叫什么老头，他把他就他的衣服有一件可以拉起来嘛，他全部拉起来了，然后就在那里做吉祥物，做 mosquito。然后小爷就在旁边做讲解的，但是你们两个嘛也不用怎么样，我想一想。对，是那意思，就说出来就好。程程马拉松，祝大家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对对对，就是自然自然很自然那种就可以了。长城马拉松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然后呢，还有 Merry Christmas。你就 Merry Christmas， 然后 Happy New Year， and Happy New Year。对对对，声音一定要大，一定要大。对，你们两个的手。手啊，手的话怎么办？我们不用这样吗？不用。不用，就是，可以抱在一起啊。啊，不是，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子。然后你就可爱一点嘛，然后他就强大一点，对对对，这样的。长城马拉松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。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. Welcome to China. 长城马拉松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。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. Welcome to China. 一定要来哟。